大家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大家好，我是8月15，你们也可以叫我麦哥。好啦，现在是第三天啦，第三天呢就是游街，还有过道桥。但是我本身是有怕高的人来的，所以我就不敢过道桥，很怕脚会流血。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去看吧。来 ，Let's go！好了，大家好，现在呢，我们要来访问一下这边的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九王大帝的千秋宝诞，在喇扎三代子宫举办。师傅，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第几年了？已经是第20季了。喇扎三代子，你看外面很美，金身全部都美，全部都是师傅庙子亲自亲为做的，还有他的木材、龙神、招财娘娘，还有水佛。做那个弥勒佛啦、斯瓦利啦，还有印度神啦、还有香神啦，全部是师父亲自亲为的。谢谢你的访问，谢谢你的感恩感恩。
Yeah.
来，妹妹。来，规矩规矩。来，快点快点。来来。慢慢慢慢。来来。来。快呀！啊，快点过来！快呀！啊，快点过来！来呀来呀！快点来呀！啊，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哇！来。现在影片呢接近尾声了，我要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音符坛还有汉子果果，音符坛介绍我去泰国去见识一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庙会有不同的做法，谢谢大家的收看，还有别忘记多多支持小弟，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还有别忘记 follow 我的 IG 还有我的 Facebook page，谢谢大家，我们下个影片见吧，拜拜。